拍一下。啊，但是这个就不能拿了啦。哎，这个像现在晚上外面看得到里面吗？看得到吧。你这样看得到吗？看得到啊。好，看得到。你就装窗帘就好了，上面镶装的窗帘就好了。如果看不到就可以穿随便一点的，他看得到就不行。你如果说会担心的话，你可能就是要放窗帘。对啊。对。你拍。我说蛮干净的嘛。哎，这里面没有灯吗？它这个灯都拆掉了。哦啊，要自己装了哈。对对对，要再装了。对。啊。如果人家加盖了两层楼，花了100多万，加上去也是应该的嘛，对不对？啊、哦。对对。你不能说隔壁一卖1300，他因为没有加盖嘛。如果把它加盖的算上去，哎，小偷会不会从那边过来啊？你这边的话就是要封起来，要关来、哦，你小心哦。那边不会有人进来，因为它的防火巷都很小。防火巷，哎，但是也可以出去啦。出不去哦，有点难嘛、啊，出不去了，因为它有放瓦斯啊。我是怕小偷从那边，应该很难，应该很难哈、哦。对，因为你看，来出来，你进来。嗯，这是铁的吗？对呀，对呀、啊啊，白铁的，这白铁的。啊，那安了。对，嗯、对，这白铁的。那就很安全哦，都有很多镜子的哈、哦。他之前做美容的。可以，还可以。我先上去开个灯。好。哦，再来叫你按了。对，我开一个灯。现在晚上了。你们都看得一清二楚哦。啊，晚上我们还是要开灯啊、哦。我这个可能是遗传哈、哦。不会吧？夜盲症有没有听说过？夜盲症哦。哎，夜盲，晚上视力会比较不好。你有去看眼睛，去一看眼科吗？没有。你没有去看眼科？对啊，这个还是要去眼科哎、嗯。嗯。哦。它、嗯、这个铁窗，这个是都是做。活动的，他有做那个药匙、嗯，因为这个生锈，我不敢给你肯定，不过可以打开，嗯、好，那就安全。纱窗。嗯。嗯。很好。很好。小心哦，我看一下灯，等一下。哦，这踏起来感觉也很好，呵呵，木板的嘛，哦。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。这边有一点。厨房。对。哎呦，玻璃门的哈、哦。对。很有艺术感。嗯，很好。哦，这里还可以放东西。对对。小心。这个瓷砖要整理，要重新整理一下。哦，那没有关系。对，我一个人，如果我一个人住，我是不会计较那些的。哦。我的狗狗也不会计较。小心，这个就是只有我一个人跟那狗一起住而已啊。哦，等一下，我上来。小心哦，等它开灯。所以其他的事情，我不会太计较的。什么瓷砖啊，那个都没有关系啊。哎呦，小心哦，哎，我看你们，哎，我凭感觉，对对对，要结果踩空，还好是往上，如果是往下踩空，可能就会跌倒。还好，所以要小心。哦，这里闯了哈。哎，这样，哦，这个要自己装窗帘、啊。对对对，这个窗帘装一下就好了。其实我也不怕人家看呐、啊，要看来啊，看猛男来啊。对呀、啊，对呀、
哦，这里就是真件的啦。对对。哎，我摸摸看，这是哎水泥做的啦。对对对。所以上次没有摸，它这边哈、啊、绝对是水泥。好、哦。它这里都是水泥。那就安啦、哦。来，这里都是水泥，只是说上面、嗯、上面的话，我们里面是长得怎样，我现在不敢给您确定。可是我们从顶四楼看下来是铁皮，对，你要换这个上面、嗯，上面还有做铁皮。哦、上面本来就只能用铁皮。自己处理哦，这个就是它中间的部分、哦，对，因为它不是在主结构。那个没有关系啊，一个人不会计较那些的，狗狗也不会计较，他们只会汪汪叫而已。小心，你慢慢走。还好这个楼梯不是很大，一伸手就可以摸到了。哦，对。它这个电灯有点坏掉了，开关坏掉。对，开关。这个电灯要换掉。哦，只是那是灯的问题嘛。这应该是启动器已经很旧了。对，应该是。哎，对，会叫。哎，那自己换啊。您看哈、哦，它这边的话，因为它上面是用铁皮的，嗯，铁皮的部分这边可能就是要处理这一块而已。为什么要处理？因为它这块就是没有衔接的地方，没有衔接好。会漏水。对。哦。好，它那个旁边的部分，可能要叫人来补漏。要来处理这一块，对。有漏得很严重吗？没有呢，我们上没有啊，这几天，而且今天有下雨呀、啊。上一次是不是上面？里面有湿哎。对呀、啊，里面没有湿啊。八月份下一个月的雨嘛，它里面没有湿。对呀、啊。哦，那如果早上也下雨啊。哎，旁边的哦，他们盖得更出去哎。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。隔壁。那个是后面的。啊，左边那就。看看一下，它就没有增建了，就差很多喽。嗯，它就是空的，它使用的空间就变很小。你狗狗要活动的话，就有限制。我再看一下，对不对？嗯。哎，这里是三楼。四楼。这里四楼，好，再来五楼。小心哦。还可以。可以，我有摸着。哦，你也想录影哦？没有啦，我忘记带手机出来，丢在办公室里面。我等一下，我要。哦，这都是。这个都不锈钢的。对，北厅啊。很好。哎、嗯，隔壁。哎，隔壁也都有盖呢。有啊，本来就有。哦，这里是本来就有。大家都有盖。是这边。这里大家都有。小心。哎，小心！哦，你看到的哈，就是这一块，你看它隔壁就没有啊，嗯它少了两层呢，有，对不对？嗯，对呀、啊。好，我们进来，应该是下雨了。那要下雨了。对对对，小心。嗯。然后，哎，这个墙壁，这都是水泥的。这边是旋状里面的哦，还有那两个、嗯、一楼二楼、哦、那个楼层，没关系啊，这样子就好了，要下雨了。哦，这个也可以开了。对，这个是白铁。哦，对，这个是白铁。哎啊，它也可以关哦。可以。对啊，可以关也可以锁、哦，因为你看到、哦、这个好像都可以跳过去呢哈、哦。对啊，要不然的话就是要做那个采光罩。采光罩哦，不用，他们要跳过来就跳过来啊。狗狗跳得过去吗？应该跳不过去吧？可以，哦、大的可以啦，小的不行。哦、大的多大啊？大的，大概这样吧。哦，那也还好、哦。小的大概这样。哎呦，那很小啊。嗯，那还好。这样子。哦呦，蛮高的啊。很高的哦。你别看了。嗯。我看。哦，这样不能让
不能让狗来这里呢，哦。对，你这边的话，你就是要这里边要做加高，加高，嗯，做采光罩，把它包起来。哎，对，这边也不会淋雨。不然就是到这里而已，基本上都很好了。他这样坚持也是有道理的啊。我说卖家这样坚持也是有道理的。对啊，因为增建嘛，那么多，然后又装潢那么多，对对，然后他又现在只能说他愿意开恩多少这样嘛，啊，对对对，啊，好，哦，你怎么了？才说开恩就采风，这里对这里就有一个斜角会采风，哦，我看我们坐前面好了，我坐前面，你要小心呢，哎，不会不会，还好，哦，哎，哦，视力这么好，真羡慕啊！我还是戴眼镜的。好，哦，小心哦。好，你看一下。很好，很好。哎，我关掉了。没有，我关掉好了。哎，这个。嘿。该有插座的时候都会有插座吗？插座。像我们要插。吹风机啊，有啊，这里有插座，哦，有 ，good。OK， 我基本上很好了。小心，哎，等一下，我们走前面。小心哦，那你们也要小心。你关一下啦。啊。这边，哎，我好，小心哦。越暗是越看不到。越暗越看得到。越看不到。啊，越看不到啊。哎。你怎么去那个夜盲？林森路有一间庆明看看。他是专门看眼科的。哦。我的眼睛也是给他看，他说我有，别家说我有白内障。真的。然后我就去给他看，他说没有，是近视加深。差很多哎。近视跟夜白内障不一样，哎，要记得关灯呢。对，我要关。要省电呢。嗯，我关啊，哎，他这个是，他那个是共用，走吧，好，小心哦。那个灯没有关吗？我关了，你小心，小心，小心，小心。慢慢来，慢慢来，小心哦。很好啦。很好。嗯，很好。他坚持也是有道理的。对。哦，这里是二楼。这边是二楼的客厅。他们还有艺术画哦。对啊。哎，这边楼梯的位置就不一样了呢，哈。对，来，你先扶着，对，你先扶着，哎。可以。小心哦，那边有一个转弯处，你要小心哦。慢一点，慢一点。可以，这边很亮。哦，这边很亮哈。哎呀，应该早上先叫你来看一下。没关系了。好，很好，很好。有那个，你再跟他，那你再那个停一下，好的，我们再过去跟他谈。